首歌你们都会唱吧？没想到欧巴唱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怎么听都好听，好奇怪哦。真的真的苦，辛苦，好辛苦。我们帮欧巴。不怕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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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羞，不怕手，不怕手，好听，谢谢。欧巴真的是哈，但是呢，我这次出来要给大家捎来一个大家听了会 QQ 的消息，就是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哦，欧巴有什么感想吗？今天마지막이되는데어떤느낌이오늘소감어떠신지哭，哭，哭哭。很多场，我希望给大家我的唱歌，对，给大家。我想要就是唱很多歌给大家听。是啊，都行啊，行吗？好，都行啊，可以。时间可以，时间만괜찮으면계속。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都继续愿意继续唱。哦，台北这个地方永远是为你开着门的，去他们家唱也可以。对。OK 吗？好，我们再问一下欧巴，就是今天离开了台北之后，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让他们好好的发落一下。哦，你给谁哟？여러분들이랑어디든어디서든여러분들이랑같이있는게가장좋은것같아요그래서여러분들이랑같이좋은추억많이만들었으면좋겠습니다无论什么地方啊，只要和你们在一起，我都很好。所以就是希望多多制造跟大家一起的机会。谢谢欧巴。那呢，因为真的时间进入尾声了，那我要在这边呢也跟欧巴说一声谢谢。因为其实见面会的主持人呢，就是粉丝传达的一个媒介，然后我要代替粉丝跟欧巴说，真的很谢谢你，你给我了我们很多正面能量。然后我在做你的功课的时候呢，也觉得能量满满，然后也很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跟今天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他说好漂亮。说得很好哎，你说得很好。真的很谢谢你，我现在可以去卖我的左肩了，谁要抱我的左肩？好，我们再让欧巴跟大家说最后的感谢的话好了，他们也支持你很久了。让我们一起带下一次见面的到来。一起走。不要走啊！啊，怎么办？那还是那我们就现在一起跟欧巴一起走吧，阿吉卡加。